好，外界现在把各部会进驻南部这七天的时间视为内阁保卫战的观察期。不过就在内阁改组前夕，外交部长欧鸿烈传出已经向马英九总统口头请辞。外交部证实，欧鸿烈在24号两度会见马总统，表达愿意为88水灾拒绝外援的电文负责。但是总统府只表示，等到9月初内阁进行人事调整时会一并考量。不过今天却有多位国民党立委为欧鸿烈抱屈，认为外交部在电文事件当中背了黑锅，欧鸿烈没有理由下台。外交部长欧鸿烈传出在24号上午向马总统口头请辞，外交部第一时间发出新闻稿表示，欧鸿烈24号的确两度会见总统，愿意对88水灾当时拒绝外援电文负责，但多位国民党立委认为欧鸿烈不需要请辞。整个外交部是背了黑锅。我觉得外交部整个外交部是有非常大的冤屈，我认为罪不在夏立言，罪更不在欧鸿烈，我认为这两个人下台是毫无道理的。基本上一开始高层就把整个的风灾水灾的危机把它给灾情给低估了，因为低估所以没有做危机时刻的例外事件处理。9月初的时候，总统跟刘院长会共同针对内阁人事调整的问题会做出决定。那在此之前，那我们希望外界跟媒体就人事的这个部分，就请先不要再揣测。国民党立委认为，当时负责与外交部沟通的国安会秘书长苏启与拒绝外援电文脱不了关系，而欧鸿烈的请辞风暴也将卷起马政府内一场新的政治风暴。马总统任内的第一次内阁改组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备受关注。记者林信、彭耀祖台北报道。